在奶奶的一堆古董中，有一幅年代久远的老照片。父亲说，那是奶奶的奶奶留下的，是中国第一批去美国和英国留学的孩子，后来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军舰长。后来我看了一些书，知道了他们的一些故事，也曾被那些故事震撼和感动。大学毕业后的一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循着他们的足迹去走一走，去寻找100多年前他们眼中的那个世界。那是一种穿越150年的记忆，是一个失去150年的幻梦。Country with a sea but no navy is destined to be defeated. In 1807, Fulton invented the steamship, and naval history entered a new era. In 1862, the first ironclad naval. 你是来偷东西的吗？我是来报考的。报考？今天都开学第8天了。我从广东来，路远。要不这样吧，我这还张考卷。你先上去坐，待会叫个学监大人，去选一些希望。那就太谢谢了。你是被罚课了吗？啊？哦，我来晚了。那你可惨，这儿的杨先生可凶了，迟到了会被罚站的。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先吃个粽子吧，一会儿罚站就不会没力气了。Now, let me ask you all, who in history regarded the Navy as supremely important to a nation? In the West, all students know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Meng Bo-Qian, you usually have a lot to say. Do you know the answer? It's God. China is such a backward country. How can we not be defeated? It's Peter, the good. 对不起。Wait， 你接着说。接着说，是彼得大帝在1744年打败了瑞典舰队，为俄国打开了出海口以后说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任何君主，如果只有陆军，他就只有一只手，加上海军，才是双臂齐全。阿哥，阿婆叫我给你送粽子，该过端午节了。好文章吧。你在文章中用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该如何讲？国家应是百姓的国家，而不是朝廷的国家。忠于国家，必先保卫国家尊严，不被侵略。可我大清常年不思进取，只恐将来海上炮响之时，即是我大清灭亡之日。大胆！ No. 你这可是犯上啊！回头可别说是我给你的考卷。Wait， 刘步川。Yes， 在教室里加一张书桌。团政学堂早操点名。教师团第一期，刘步川。教师团第一期，林泰真。教师团第一期，方国天。教师团第一期，林永胜。教师团第一期，夏振斌。教师团第一期，邓志昌。大铁船。
洋人的地方。那我明天就要坐洋人的大铁船到洋人的地方去了。我舅公在南洋做生意，要送他到英国去读书。小哥哥，将来咱们也会有大铁船吗？会的，一定会有很大的大铁船。那你们就一起坐着咱们的大铁船来看我吧。一定。哦，大铁船，大铁船！臣李鸿章启奏万岁，日本正在大力扩建海军，已向美英法德等列强派出大批青年留学海军，恐怕十年之内将崛起为军事强国，成为我国最大的威胁。臣恳请船政学堂中挑选优秀学生到英美法德留学海军，请圣上皇太后恩准。皇太后御笔，一意金子。给你留个纪念吧。深知中国自强之际，奢侈无可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求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愤然无悔。All students in Royal Naval College, forward to rank. Now I swear outstanding students in this semester are as follows: Liu Bucheng, Yes sir. Dong Xiangping Balang, Yes sir. Lin Tai Zhang, Yes sir. Wang Bochen, Yes sir. Ye Zhigui, Yes sir. 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际，舍此无可他求，背负民族之未来，求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愤然无悔。伦敦，特拉法加广场。这就是150年前他们常来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他们心中最崇拜的偶像纳尔逊，那位曾经以一场大海战拯救了英国的海军将领。因为他们深深地相信，世界上每一次大海战都将决定两个国家的命运。奉公出差到此，顺便去看看朋友。是初次来吧？语言上与我不通，我可以帮助啊。正好向您打听一下，去皇家海军学院的路。这么巧，咱们同路。哎，你等等啊。Here, please. Your Chinese hairstyle is very cool. However, please respect me. What?Chinese people respect it. China pigtail. Yes. Chinese people have always should be respected. If you go to China,
You first thing to learn is to respect us. What happened? 这下洋人们都会传开了，说华人各个武艺高强，不可小看。国家落后，走到哪里都会被人欺负。听口音，小姐是福建人。是啊，先生您呢？广东番禺。这就是纳尔逊击败拿破仑的那场大海战。世界历史上每一次大海战，都将决定两个国家的命运。嗯，这话我听过，而且还不止一次。小妹。这可是军校。那有什么？你是我阿哥吗？教官说有人找我，原来。邓世昌。十年不见，没想到邓大哥变得这么帅。你也不再是那个爱吃粽子的小丫头了吗？大家要知道你来了，都得高兴地跳起来。大家要知道我来的目的，更会高兴跳起来。李中堂向英国订购的两艘巡洋舰已经完工，我是来接他们回国去的。我们都刚从军舰上实习回来。富察和林永生是马纳多号战列舰，林泰增和叶子辉是索莱克伯林号战列舰，萨振兵是门纳斯巡洋舰，我是死班的巡洋舰。黄建勋给弄到美国去上了普里诺巡洋舰，大西洋、太平洋、非洲、印度、地中海，整个地球都跑遍了。在人家军舰上才知道世界发展有多快，海军步枪早晚挨打。那几个是？啊，是日本同学。那个正在抢桥的是一东，和他配合的是东乡平八郎。那个坐在舱外是平井，他曾留学美国，这次来也是接军舰的。日本也刚从英国买了三艘巡洋舰。为中国终于有了新式军舰，也为大家学成归国。Hello everybod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fine achievement. The same to you. And there's a little gift. I know you are incredible in music. This one is a present of my gratitude. Your former one is too old.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is... This is... I'm 邓世昌。Ah, I've heard about you before. It's kind to meet you. Our countries face each other across the sea. That means we will meet sooner or later. Absolutel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in the future. On the sea. Oh, cheers. Cheers! 那时的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铁甲舰，因为他们坚信只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才能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而此时他们的日本同学也有着同样的信念。日本天皇一架呢。Excellent. Bravo, Your Highness. A crowd of. 哎，平日早餐都是三只鸡蛋，今天为何只有一只了？皇上，您下过旨，要节俭宫中开销，这一只鸡蛋就要十两银子呢。哦，皇上，李中堂在外等候多时了，让他进来吧。中国只要有了铁甲舰，就再也不会被洋人欺侮，才可帮我大清万代江山。这两艘铁甲舰有多少两银子？280万两。
哎，如今这市面上鸡蛋卖多少钱啊？鸡蛋1两银子800来个吧。啊？那为何朕这鸡蛋要10两银子一个呢？啊，宫中御膳要内府采购，朕实在不清楚。你刚才说，这两艘铁甲舰要280万两银子。皇上，日本正在集全国之力打造海军，一旦错过此次构建时机，中国将永无自强之日。朕这就去禀告太后。日本が発展できたのは科学技術を習うことにあった。西洋のすべてを習い、英語をしゃべり、スーツを着て、それから歩く様子とか食べ物とか、陛下、横浜から東京への電話は開通いたしました。しかし海軍はどうか。イギリスから3隻の巡洋艦を購入し、まもなく日本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しかしながら、どう、我が大日本帝国が生き延びていくためには国土を広げる必要があります。北は朝鮮、両党半島、南は台湾、澎湖列島を手に入れ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そのためにも海軍を強化していかなくてはなりません。これが現在我々が取るべき一番の国策です。これが清国を侵略する計画書です。しかし海軍を強化する予算が国会を通りませんでした。しかも李鴻章はドイツに帝園、沈園の2艦の軍艦の製造を依頼し、それが間もなく完成する予定です。政府すべて役人は寄付しろ。とりあえず僕の俸給から30万を取り出し、我々は絶対よしこう。明年我就要毕业了，郭大人想让我留在公使馆就职。此举甚好，你英文流利，沟通海外消息，对国家多有益处。大人爱狗，世昌一生别无所好，唯有钟爱良犬。这种德国良种在国内十分稀少，可惜行程匆忙，否则真该带一只回去。It's thick armor, which can live through any powerful blows. Excuse me. Greetings. Are you here to enjoy some German beer? Yes! I had a time, but to me, nothing can compare with our sake. Sake? You must be kidding. It can't be considered as liquor. We surely like different things. So, let's follow our own choices. Actually, 清酒才最容易让人大意，最容易后劲伤人。这几十年洋人总是从海上打过来，连小小的日本都敢派兵舰打上了台湾。要想守好祖上留下的江山社稷，也只好买些洋枪洋炮洋兵舰什么的。请爸爸圣明。大清祖训有个规矩，各代皇上凡失寸土者，不得入列祖灵位。孩儿牢记，凡失寸土者，不得入列祖灵位。那是两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铁甲战列舰。我一直在想象，当他们亲自驾驶着它返回祖国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得意和自豪。然而他们却不会想到，
遥远的祖国却又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福州马尾，当年中国又一个耻辱悲剧的发生地。100多年前的一个早晨，一支法国舰队闯进这里，紧靠着中国舰队停了下来。中法早已宣战，可敌我舰队竟同泊一江，必须先下手为强，与炮台一起突袭敌舰，一举歼灭。福建水师都是木质军舰，法军全是铁甲舰，一旦开战，怕凶多吉少。臣正全力请英美等国出面调停，迫使法军撤出。法国人既然如此放肆，那就按照你们的说法给他们点教训吧。不过开战可以，但是不可以先开炮，免得他们得了理。太后有旨，可以开战，但不可以先开炮。太后有旨。铁甲舰呢？联邦八舰身负重锤。是曾母暗杀，咱们已进入中国领海。大人，镇远林大人有紧急情报。刚从外轮得到消息。福建水师在30分钟内全部被法军击沉。大人，如何回复？明炮，中国的铁甲舰回来了。中堂大人，内府的账目皆系伪造。是否成交刑部？内府贪污，吏部就干净了吗？户部呢？兵部呢？就是刑部加刑减罪，不也得用银子行贿吗？大清每年的银子有1/10用在正经地方就不易了，先扣下吧。筹集海军经费还得靠宫中有人呐。早くここ、ここに日本国の拠点を作るんだ。こうすると、我々は中国の腰に刀を刺すことになるんだ。要するに、中国領土を日本の領土に入れるんですか？これは中国に対する永久的な脅かしである。そしたら、どんな方法を使っても、長い間、中国領土が日本に属する。称号が見つかれなかった。しかし、たくさんの歴史文献によると、我々100年前作った地図さえ、中国領土は中国に属しているんだ。天皇陛下がお呼びです。今は最適な時間ではない。中国はすでに新しい恐ろしい海軍が追っているんだ。志愿舰管带邓世昌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
靖远舰管带林永生，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靖远舰管带聂祖贵，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靖远舰管带光福谦，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康基舰管带萨振斌，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皇家舰管带吴敬荣，毕业于美国瑞萨利尔理工学院。靖远鱼雷大副于振鹏，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靖远舰大副沈寿昌，毕业于美国罗伊特中学。靖远舰前方大副曹家祥，毕业于美国哈德福的高中。罗敏舰大副黄祖莲，毕业于美国菲利普斯中学。是。惨淡经营20余年，如今中国强盛指可待。抽空去日本转转，联系一下感情。海軍の実力は我々愚か米国にすればそのままでしょうか。演奏開始。老同学，very pleased to see you here, Japan. Hope that our kindness are always for greetings. Yes, I can't agree with you more. 不成，你留在舰上。清国は歴史において長らく我々日本の先輩でありました。現在の清国海軍も当然ながら我が帝国海軍の先輩でありましょう。ここで我々後輩が先輩に対し敬意を表し、杯を捧げます。乾杯。中日两国是邻居，邻居就要常串串门，这次我们就是来串门的。不想首相阁下竟亲自相迎，不胜荣幸。这次专门为诸位准备了中国白酒绿色的If anything happens to anyone in my navy,
It's your prime minister and you are letting five shoots from throat. I've always been told that Mr. Dao was a brave man. Now I know for myself that this is true. 首相阁下。 And now, have you enjoyed the drink today? ええ、ちょうどいい時間です。ならよし、お帰りだ。你他妈快敲打我！怎么回事？快快快！谁在这里？我给你进来！我们谁呢？大哥，大哥，我还在打！So, please don't impose. Never forget the most effective voice between two countries is their cannon. That's all your Westerners indicate. I'm Chinese. I must obey Mr. 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Chinese people always lose. You never and never listen to what I say to you. You always do the same and you never do it again. Sir, 对今天的事件，我表示强烈的不满。这是一部分老百姓的冲动，不是政府的意思。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难免有些是非，都要克制，尤其是谁都不能挑起战火。在下同意。后会有期。I will see you soon.奴らを沈めるのにものの10分とも変わらないでしょう。我々日本の実力はまだ充実しきっていない。I'll leave when we put on shore. I'm a soldier now that I can't command your fleets anymore. 日本虽小，但极具侵略性。日本将是我北洋海军最大的威胁。威海。一百多年前，就是在这里停泊着那支亚洲第一的舰队。当时有位叫赫德的洋人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这个巨人有时忽然跳起，伸个懒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但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口茶，吸袋烟，打个哈欠又睡着了。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停着，一停就是7年。皇家舰到了吗？刚进港，太慢了。从广东开来3000杆道，已经是最高速了。荔枝这东西晚到一天就会烂掉，太后只要吃到一颗烂的，谁也担待不起。以往不是运到天津吗？今天浪大，只好中途进港避风。堂堂大清的军舰，竟成了太后的私家火车，乱说。为给舰队弄点经费，李中堂在朝廷瞒着呢。
所有水兵都不许下船，皇陵一小立刻送往边境。小妹，这么大了还这样，多大了我也还是你妹。刚从英国回来。嗯，先到广州，正好赶上广甲号。进，邓大人，什么事？邓大哥，别来无恙。时昌甚好，小姐可好？我倒挺好的，不过我听表哥说，你正在生闷气呢。啊？也不上岸去散散心？海军章程规定，舰长必须驻舰。听说全舰队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守规矩，尝尝吧，最起码比太后的新鲜。不吃，看着就来气。好吧，那这个呢？这是你的老同学严复翻译的新书，要送到天津去校对的。世间万物，优胜者生存，民族国家也如此。今中华民族若不奋起，必将为人类历史所淘汰。我还有更好的礼物呢，这是英国刚完工的最新式的快速巡洋舰，全部是速射炮。英国已经答应卖给我们，驻英公使破迅速把图纸带到国内。太好了，咱们几乎都是老式舰种，就缺这种新式的快速舰。咱们有七八年没添一艘新舰了吧？我马上给李中堂发电报。我担心李中堂拿不出那么多银子。对呀，咱们这些年海军的军费大部分都给太皇六世大寿修颐和园去了。中堂大人，您看那石头船造的如何？不错不错，挺气派的。新军舰现在何处？在英国停泊，等着电报买与不买呢。新舰的威力不亚于定人，价钱也不贵，不可错过此次机会。好，买下。在这等着我。Your Majesty, please look at me. One, two, three. Perfect. 还要给新爸爸请安。今儿怎么晚了？刚才李鸿章呈上一份折子，说有一款新式军舰。又是来要银子哈。这阵子大清的海上不是没什么事儿吗？折子上说日本的海军已经大大增强。咱这大清受洋人欺负忍了就算了，这东洋一个小国他能翻起什么浪来啊？我看呢，还是把我这寿辰做完了再说吧。是是是是。これが欲しいんだ。早く軍イギリス駐在してる大使連邦を撃って、この軍艦を買え。しかし、海軍の軍費がもうありません。寄付だよ。僕も含めて政府全体が可能だ。報酬の10分の1を寄付しろ。はい。これはドイツの天皇からもらったものだ。伊藤君がピアノが上手だと聞いた。あげるよ。陛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うだ、日が海から昇り吉野に照らす。それじゃあこれを吉野号にしよう。用掉的海军军费可以买20艘新式军舰。日本已经装备了一批新式的速射炮，在火力上等于多出一倍甚至两倍的舰队，而我们说这都没用了。现在最起码给我们补些炮弹吧，尤其是主炮的爆破榴弹。这种榴弹国内造不了，只能从国外买。咱们年年申请买，也不知道这些钱都花在哪儿去了。
这洋人的东西，它就是蹊跷啊。这是史密斯先生送您的一点小礼物，还有这个。就这些啊，我下边还有一批订单，那下次一定会加倍的，加倍。嗯，这就对。近期时局不稳，请小姐路途保重。我把校对的事办完了就赶回来，最好还是回福州去，早日成个家。只因为再没遇见像邓大哥这样优秀的男人。世昌自入海军，早已以身许国，上孝父母，下爱妻儿。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记得邓大哥最爱良犬，就让他陪伴你吧。回去。汤命我们派两艘军舰沿钓鱼岛、台湾、东沙、西沙、南沙群岛一线巡游。师长，你带队吧。遵命。散了。然后你们到香港休整几天，顺路回漂亮老家看看老母亲吧。邓大人，母亲已驶入钓鱼岛海域。是的，那就是钓鱼岛。飘扬着中国龙旗的铁甲舰再次从他身边驶过，是在那个118年前的夏天。几乎与此同时，在大海的那一边，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驶出了佐世保军港。船吗？是的。父亲，您的战舰为什么叫致远号呢？先生上课时讲过，宁静以致远，是这个意思吗？中国守着36000里的海岸线，从郑和之后就再没向大海伸出去。一个放弃海权的民族必然要在海上吃亏，致远就是走向大海深处，走向深蓝。可整个民族仍然处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病态之中，也许要有一次更惨的失败，才能让中国醒过来。您是说中国还要打败仗吗？总得有人用鲜血去警醒国人呢。世昌此去，忠孝不能两全，家中全靠贤妻了。盼望大人常来书信。大人，袁世凯从汉城发来急报，念：日本军队突然在朝鲜仁川登陆。日本大阪小国竟敢出兵侵占朝鲜，图我辽东半岛狂妄之极，臣等力主迎战，歼灭日本舰队于海上。臣以为，日本已影响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利用英法俄美等国施压，迫使日本不战退兵，这在兵法中为上策。请问中堂大人，大清20年用了几千万两银子养了北洋舰队是干什么用的？难道成了中堂大人的私家舰队不成？北洋舰队7年未添一舰，炮械早已陈旧，而日本
倾全国之力扩建海军，一旦决战海上，恐难分胜负。好了，几十年来中国在海上就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堂堂大国，谁想欺负谁就欺负，如今连小小的日本都敢向我动武，若不教训一下，后患无穷。着力鸿章，速调海陆军赴朝御敌。陸軍はもう艦上を占領した。大本営からの命令で、我々はすでに北洋艦隊を全滅した。賭け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何だ、言ってみろ。は。北洋艦隊は今世界屈指の強豪、まともにやり合って本当に勝算があるでしょうか。奴らが誇る ENG および ENG に設置されている八門三丸五式四号、これをまともに食らえば間違いなく多大な被害は免れないでしょう。私が思うに、宣告するべきではなく不意をつくことが最も有効的な手段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宣戦布告なしに開戦するのは日本の常道手段となっている。吉野。はい。今すぐに高速艦隊を組織して出航しろ。そして海で市内へ攻め込む戦況を待つのだ。万が一に我々が敗れたら敵は強いです。大本営はもう命令を下した。もし失敗したら、もしそこでも負けることがあれば、日本の未来は戦争にかかっている。林泰森和方国谦都上奏，建议北洋舰队出至对马海峡，将日本舰队和运兵船截杀在半路。毕竟中日还未宣战，不可扩大事端，只是加强备战就是了。可我们弹药急缺，昨日清点下来，305主炮的榴弹只有三发。定远镇远，每门主炮只有三发榴弹？不，是两艘舰八门主炮，一共只有三发榴弹。连长，卖炮弹的银子都到哪儿去了？发几电给德国公使，送来一批炮弹。只怕来不及了。大本営からの急報ですが、中国に密かにいる情報人員によって、明日西園と広井港は3000名陸軍を置いて人選へ向かう予定であります。方大人，高升号和操江号来了。他们晚了七个小时。高升号装了1000多陆军，操江号装了200000两军营，走不快。日舰三艘，还真遇上了。三叶国と保衛国です。有事一杯，先走よい。はい。各保就位，各保就位。日舰转向敌区，躲开了。平井航三，东乡平八郎，咱们毕竟是老同学呀、啊。我らの軍艦は準備ができました。日舰再次转向，拦住火箭去路。这什么意思？当てるな。まずは挨拶だ。はい。これは約束だ。是礼炮。他果然没有忘了。退起实弹，换上礼炮弹。是。Yes, 集中砲火！
你还活着？刚才震晕了。大副和二副都战乏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一箭难敌三箭，撤！冲出去！我所谓百姓塞肉，他的紧缩骨都空虚的吃了他的。先说的三样谁给吃？去挂白旗。您是说白旗？叫你挂你就挂。三人は白旗を上げています。降伏だと。構うな。追撃だ。敌人们，反正也是死，跟他们拼了！啊！瞄准！瞄准！一个紧追，再来一炮！Cao Chiang has surrendered. The Japanese have ordered us to surrender. But our ship is a British ship with the British flag. How dare the Japanese fire at us? 交渉は自分たちはイギリス商船だと言っています。あの船にはシナ人が乗っている。我们全部投降，全体拿步枪。上啊！交渉後は両国はまだ宣戦していないと。戦場の1100人を安全のためにどうか国に帰らせてください。あ、決してしまった。来よ。発射しろ。舰队应迅速拦截，海军的防线应是敌人的出海口，许多战力都是把敌人堵死在港口里打的。我再去请示李中堂。等等，怎么都是教练弹呢？库里只剩下这批打靶用的教练弹。教练弹只能炸炸木头靶船，可我们面对的是铁甲舰。就这，每条船也只能分这么点。跟我来！哎呀，手机也不错呀！牛大人，你好忙啊！这么晚了，邓大人，你有何公干呢？你还记得北洋海军章程？聚众赌博，该当何罪？只不过随便玩玩嘛。玩玩？可我们的炮弹你都玩哪去了？啊！哎呀，其他没炮弹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买炮弹的银子都是你批走的啊！你别血口喷人啊！说到钱的事儿，我这都有账目，你有什么凭据？拿来我看看啊！对你这好的，这就是凭证。哎呦，哎呀呐！别动，别敢动！要不这么晚了，咱们就先回去休息吧。啊，等。
你等着，大人，他们怎么办？支援号的带走，其他舰的给我滚！表哥说你们很快会出海。是，也许就是明天。明天是什么日子？是你自己的生日，十八街大麻花。顺便做了件披风，海上风大。45岁了，本来正是报国之时，然而国运衰落，朝廷腐败，官场腐败，军队腐败，最可怕的是连民风都腐败。难道真的是要应验那句“海上炮响之时，就是大清灭亡之日”吗？也许，大清灭亡之日，也就是中国新生之日，到处都在说你们北洋海军。说什么？说你们贪生怕死，不顾一千多陆军死活，只管自己逃命，还说中国花了几千万两银子养出了一群胆小鬼。好了，我相信你们，才会跑这么远来。我现在谁都不想见。你一心报国，必然会得罪那些只图私利的人，背后当然尽是坏话，但你也该少说伤人的话，免得给人把柄。这群祸国害民的败类还不能说了，你不要听出去。大人，把他俩怎么处置？快起来！国难当头，你们身为军人，怎么让人耻笑我北洋海军？大人，马上要上战场了，明天是人是鬼都不知道啊！开始！士兵违纪，应交军法处处罚。私人即可用刑。刘军们，邓大人，日军攻陷平壤，李中堂命舰队起航，护送4000名陆军前往丹东。糟了！什么？新运的一批炮弹还在路上，赶不上了。小伙，起锚！大人，各炮弹药现在还不到一半级数，一旦开战，炮弹打光了，就有鱼雷。鱼雷用尽了，就只有撞击了。就3发爆破榴弹，定远、致远各1发，多出这1发，听天由命。你要哪一面？归你了。不到关键的时候，别打出去。
邓大人，丁军们起号，陆军已上岸准备返航。大人，用饭吧，今天特意给您做了面条。为什么？今天是您的生日，出发前刘军门的妹子特意叫标下安排的，他让标下给您的。世间万物，优胜者生存，国家民族也如此。今我中华民族若不奋起，必将被人类历史所淘汰。总巡发现敌军。发战斗警报！各部就位！全部一定给我点上手！你夹缝雁行阵营敌，可发挥我军前主炮的优势，以定远阵员两舰为先锋冲击敌阵。不过，我军两翼薄弱，我不率舰队转向。始终以箭手对敌，行动吧！司令，世界上每一次大海战，都将决定两个国家的命运。弟明白。诸位，今日致远号如有不测，史称誓与敌舰同沉。誓与敌舰同沉。舰队十二艘战舰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蒸汽机铁甲舰队的大海战。やつらの準備は一体どうしたんだ。本当ですか。選手はこちらを向いて、前方への砲撃は問題ないが、側方と後方には砲撃できないぞ。我々にとても有利ですよ。英国留学経験のある優等生なのに、なぜこんな過ちを犯したんだ。司令官殿、彼らはイギリスで留学していた時の同僚ですよね。そうだ、今でも友人だ。長官殿がおっしゃっているのは友人と対戦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敵舰の舰艇距我六千码，开炮。元旦、小正射击。大佐殿、反撃しますか。いや、まだ射程距離ではない。速度を上げろ。追いつくぞ。继续射击。Come on！据史料记载，从12:55开始，双方舰队在5000米左右的距离上展开相互炮击。由于距离较远，命中率都不高。但随着距离逐渐拉近，日本快速炮的优势开始显现了出来。狙いを敵に定め、集中砲火だ。
传令，请刘军来发令。发出新层位，发起后全舰队所有火力大搜刀。邓大人，定远信号器被毁，舰队已失去指挥。只有各组一战，全舰炮火先打搜刀。全部穿过我阵，只
剩下落后的骑行门了，吉野四舰正在赶来，拦住骑行门，将在吉野赶到之前大阵到。是因为距离太近了，鱼雷还没来得及上浮，就从地堑底下钻过去了。啊！司令官的进攻还是的，我们是在目标艦隊の陣営外，後方からの攻撃を要求したい。据史料记载，海战进行到三个小时后，失去统一指挥的北洋舰队遭到了日本舰队的两面夹击，历史的天平开始倾斜。正在靠近远方。
3个小时，敌舰一艘未沉，日本全仗着旗眼支撑他，我北洋舰队即可获胜。现在我舰只剩鱼雷了，冲上去！我舰已中弹400余处，距离过近，敌炮命中率加大打提高。大人，是不是向后展臂一下，灭火堵路？挂冲锋旗。邓大人，您是说挂冲锋旗？是。挂冲锋旗。是。挂冲锋旗。海参同志，咱们该怎么地办？最后的依然要进入你身的命，但是要可以得命人的。
大人，这时候撤合适吗？支援精援是我军最新式的军舰都已被击沉，我舰是最老旧的，再这样顶下去也是白白送死。不如为大清多留一条舰吧。三叶渡口干完，撤退しました。大人，精援因为基野四舰击沉，送到登山口逼近。放榴弹。榴弹一发，冲天发兵。阵地起见，搜岛，瞄准搜岛，瞄准搜岛，瞄准搜岛。发炮！机缘管带方墨谦已奉旨处长。同学，中堂大人，日军攻占旅顺。
刘公岛，北洋海军的终结点，就在我脚下这个地方。经受了几百发日本炮弹都未伤筋骨的镇远舰，却在自家门口触礁报废，而他的舰长林太增竟愤然自杀。这也是他们从英国海军那里传承的与舰同沉的理念，伴随着他们中更多的人走向命运的终点。失守了，那北山炮台呢？北方十座炮台的陆军已全部溃逃，快去炸掉那些重炮，一旦让日本转过来，我们就都成靶船了。定军们，咱们还有大小28艘舰艇，与其憋死在港口里挨打，不如出海一拼，也许还能冲出去几条舰。日军44艘舰船封住了出口，只有等陆军来抢了。李中堂不会不管我们的。中堂大人，日军占领威海，电报中断，这是丁俊文最后的来电。唯有传臣人尽而已，严令各路援军接令不出兵者力战，禁军迟缓者力战，3日不到达威海者力斩。斩了主将，副将依旧怯懦，
占了副将，换上一个还是怯懦。够了！你给我三千兵马啊！你给我三千兵马，我亲自带了去。大不了阵死阵前，还能落个好皇上的名声。臣在罪。大人，我军前方距威海还有20里。大哥，哎，别下子，把电信带上来。我不是电信，我是北洋舰队鱼雷艇的管带。管带？怎么跑这儿来了？哼，八成是逃跑的吧？不，不，我按大清的军规，临阵逃脱是要斩首的。我是冲出来的，刘公岛已失守了，北洋舰队全完了。我是连杀十几个日本兵才冲出来的。什么？刘公岛失守了？我活着冲出来，就是为了给您报个信儿。要不，我早就阵前殉国了。大人，那我们还去干什么？你说刘公岛失守了，可这炮声，这八成是日本人在炸毁岛上的炮台吧？撤！已经10天了。从烟台到这儿就是爬也爬到了呀。丁大人，日本人送了一封给您的信。念。大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致丁提督汝昌阁下，另有平井航三与东乡平八郎大佐代日本各舰长问候刘步禅等同学。我等今日相逢于战场，深感不幸，此乃国家之战，非丝绸也。回忆当年友谊，倍感温馨。中日两国并起于东亚，而今中国之败是朝政腐败所致。如率舰队投降，我等确保阁下游乐于日本，等将来贵国振兴之后再反报祖国。自古以投降成大事者甚多，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法国总统降敌后重振大业，再任总统，土耳其被法。今新国が混乱だから、上海道を取れるチャンスだと思います。世界中へ向けて宣布しなくても、我々の閣議で決めてしまえば。領土になったも当然です。いっそのこと名称も変え尖閣諸島と呼びましょう。また何かあるか。本日東京の米屋が襲撃され、警察が発砲し17名の負傷者と死亡者が出ております。国庫の食料備蓄もあと1ヶ月でそこをつきます。できるだけ早く新国を丸め込んで講和に持ち込ま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今最も心配なのは新国が頑なにその姿勢を崩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今日から僕が一日一食しか食べないことにした。我々は残ってるお金全部出せ、最後の最後までだ。もう1ヶ月頑張ってくれ。魚雷騎士隊は長官に告別します。陳炎、天炎は我が国最大の外患であった。この二層を破るために全国から寄付を募り軍艦を作った。天皇陛下が食事を一日一食に減らしているのも我々軍隊の作戦実行のためなのだ。貴様ら頼んだぞ。事情都闹到这个份儿上，我看还是让李鸿章跟日本谈个条件吧。您是说打不过就别打了？可北洋舰队还在我也想保住北洋舰队，可是我更想保住大清的江山社稷。再耽误，日本人要打进北京城了。他
堂堂大清就像棵烂了根空了心的大树，看上去又高又大，来场风雨就完了。定远还在，咱们还能再坚持一阵子。大人，日军鱼雷艇袭击，是蓝远号，炮法也在沉。哎呀，也中雷了！近づけ、もっと近づくんだ。发来信号，他请您自重，他请您投降，如何回答？开炮回答他。我舰已无炮弹了。去炸沉所有剩下的军舰吧。不必炸了吧，许多舰上的人都已经跑光了。去日本军舰送投降书，非您莫属。放屁！你们去投降，让我单明显示吗？哎，别！怕死？邓世昌不是走了吗？林永生不是走了吗？黄建勋、方伯谦、刘步蟾、林太增，咱们这群老同学，大家同去，同去。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キリン！闘争性を前にして、お前は今何を思っている？私が思う。もし奴らが撃ってきた弾が不発弾でなければ。今頃
我々は逆の立場になってた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シナと日本の歴史は書き換えられるだろう。一つ理解しかねないことが、シナは福建省において十何隻の軍艦がありながらなぜ参戦しなかったのか。もし参戦していれば、これこそがシナの特徴と言えるだろう。もし奴らが将来団結すれば、その時は我々は本物の巨人に立ち向かうことになるだろう。日本的马关，中国历史上又一道深深的伤痕。当我查阅史料后，被一个秘密震惊了，那就是在谈判之前，清政府的电报密码早已被日本破译，就像是对手看着你手中全部的牌一样，你还没有出牌，就已经输定了。可是辽东半岛和台湾岛，这个万万不可，赔多少银子，好商量。ここは魚市場ではありませんぞ。本来なれば我が国は東北三省、山東、河北、江蘇、福建、広東を我が国の領土に加えるところだが、両国間の親善を考慮すればこそこのような情報をしたんですぞ。もし回答を得られないのであれば、帝国艦隊は北京を落とす。忘れるところでした。貴殿が来られる前に我々は出兵させ、ポンフー列島を占領しました。这是绝不可答应的，老夫大不了把命搭在马关，此条件只有回国上奏再议了。彼ら郵便局へ。我々も一歩譲って台湾を包囲しては。そのはずです。いや、まずは彼らの電報から秦国の限界を探り、もう一押ししてできるだけの利益誘導を図る。これは我が国にとってまたとない好機だな。損害賠償の方はいかほどで。できるだけ多く、2億、いや2億5000、切りよく3億両だ。顔面を打たれてます。しばらくの間治療が必要です。もし帰国されれば交渉は中断され、戦も続けねばならなくなる。だが我々の国力もそう残ってはいない。報告いたします。中国政府に日本人が打った電報を我々が獲得しました。よし、漆黒が受諾した。全て受諾したぞ。已经八百里江山了，马关条约将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及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各让给日本、中国，并向日本赔偿白银2亿5000万两。16年后，武昌起义爆发，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50年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3500万人的牺牲，战胜日本，将澎湖列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收回祖国版图。是你。